花房主，花房主，我看呀，不过就是随处捡的可怜女子罢了。我们家谷主不都一向这么热心肠的吗？再说了，这谷里最美的女人，不都已经坐在这儿了吗？ 你弄疼人家了，小雨，真的是你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！不是我，还会有谁对你这么好呢？ 这天呢，这么想不开！你个妖女，这副面容，你不配拥有。